奇怪的医生又增长啦，每晚20点准时更新，小伙伴们不见不散啦。现在是95版本通关教程第27视频，二逛石关卡的玩法。盛传最大的植物击败入侵的僵尸，二逛石关卡是最后一个黑夜草坪关卡，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哦，为防止失误，医生只能忍痛献祭两个大喷菇了。没有铁门的三爷可不一定打得赢大爷。为了保证五路的大喷菇，只能用魅惑菇魅惑半才能挺赢僵尸。等等，大爷也来了。为了制造公平的战斗环节，医生先用毁灭弓削弱一下大爷，半残三爷威死大爷，结局会怎样？不公平，植物在帮偏架，偏架能穷绝不单挑。难道是因为医生的愿望是世界和平，所以传送带都是和平弓吗？一大波僵尸正在接近，那医生就用毁灭弓讨一个喜庆，传送带又要满了，医生还要用什么植物呢？毁灭菇都炸不死95版的大爷，好可怕！还好医生积累了足够多的魅惑菇，加油加油，医生你是最棒的。最后一波僵尸出来了，那就让世界和平吧。现存的三个大爷还想垂死挣扎，那就继续和平吧。医生一直有一个淳朴的愿望，那就是什么来着？奇怪的医生又增长了。